德国牧羊犬，也有人称它们为德国狼犬。瞧这充满灵性的双眼，在所有犬种中，它们可是智商排名第三的狗狗。这位是雷克斯，今天他被赋予许多任务。一大早，他开始追踪气味 ，track it。到中午时，挖到证据。下午开始冲刺飞扑，抓捕犯人。偶尔，他还能看好狗狗嫌犯，不让他们乱跑。Go red。想知道雷克斯还会解锁什么其他技能吗？锁定全新一季《警犬妙探》哈德逊与雷克斯，只在 AXN。